不用听了啊，等到牧师讲到的时间差不多到了，那时候来就好了。因为
崇拜最重要就是听到讲道，有人是这样认为，那么有的人觉得诗班最重要，所以有些教会投资很大的钱在诗班的装潢设备，有灯光，有什么的各种乐器什么，很豪华，很讲究很注重这个。然后诗班唱完以后，他们就离开了现在有些教会很奇怪吧？前面敬拜花了很多时间，一个60分钟的敬拜，20分钟、1/3的时间就是在那边唱啊、那跳啊。然后唱完跳好，这些年轻人就离开教会了，或者讲到也根本不用听了，因为他们认为敬拜最重要就是唱诗歌。OK， 那有的人的看法呢，就认为觉得这整个敬拜里面这个过程、这个程序最重要，所以什么事情要先做，什么事情要后做。有人很在乎这个程序。Anyway， 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你看，光是一个敬拜事情，我们每个人看法就不一样，想的也更不一样。而且在服侍的人，每个人都觉得我服侍的这个部分最重要。教会很多的服侍，那每一个服侍人都觉得我所负责的这个部分最重要。所以呢，在教会里面，不但是教会，今天这个原则以基督的心为心，不单单是在教会，只要有2个人以上我们就要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只要每个人都有他的想法、他的意念，那怎么样才能在意念上相同联合甚至说要怎么爱心，怎么样能够合一的表达既然每个人的意念都不相同，而且受到我们个人的背景我们的情绪甚至我们私心的影响怎么样能够把大家的意念合为集合在一起，这就是属灵生命的奇妙。当然按照我们人我们做不到，但是记得圣灵做得到。我们今天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想法不同，想法不同，意念不同只要两个人就两个人的想法。所以家庭里面夫妻问题家庭问题在公司里面在团体生活里面，甚至在教会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耶稣基督在这段里面他给我们这个榜样，我们怎么样用耶稣基督的心他的意念来看事情，让我们这个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就能够产生一种和谐合一。同样的原则我们可以应用在家庭里面，应用在夫妻之间、亲子之间、在团体里面人生当中、小组里面都可以应用这个原则，要以基督的心、基督意念来看事情，以耶稣基督的想法成为我们的想法。我刚说了按照我们人的肉体我们办不到，每个人都有他的一个想法，但是如果我们一想法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他小我在耶稣上帝的受苦在上帝里面他就做得到。所以今天我们用这短短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让我们在团队生活当中我们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因为当我们的想法跟其他人的想法产生矛盾或者截然甚至于相反的时候有时候会让人感到无所适从，那我到底要怎么做有时候我们要讨论一件事情就做，每个人的建议都很好都很好但是我们就无所适从，大家都认为很好，都从不同的角度都认为很好。所以当我们的想法跟别人不同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这就是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的答案。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心甚至于我觉得我的心很正，我觉得很好但是你知道吗，你根本不认识你自己你以为是对的，你以为是最好的，不一定。我举个例来说有一次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经过撒玛利亚，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在古代没有像现在旅馆那么方便，需要有人来接待那时候接待客人不知不觉的接待的天使，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彼此接待。
可是呢，我们知道犹太人跟撒玛利人就是不相来往，甚至他们要到一个地方去蹲路过撒玛利亚，不要经过他们的村庄。可是那一次耶稣跟门徒来到撒玛利亚，经过撒玛利亚去耶路撒冷的时候，结果呢，这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主耶稣，不接待门徒他们。按照当时的社会风俗，大家都彼此的接待，但是为什么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跟他的门徒？我刚刚已经提过了，有背景了，他们就不相关了。因为撒玛利亚人他们是犹太人，认为他们不洁净，他们跟外邦人通婚，他不是纯粹的犹太人，瞧不起他们，把他们当成狗，所以根本就是互相的歧视。那这样怎么可能接待？当然不能接待。可是天又黑了啊，门徒们都没有地方住啊，没有接待，那今天要睡在哪里？所以就门徒就火大了。那段圣经，如果各位有兴趣，回去可以看《路加福音》第九章54节有记载，《路加福音》第九章，那里我读给各位听。那时候呢，当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主的时候，耶稣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对主耶稣说：“他的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烧灭吗？”像一当年以利亚所做的一样。哇，这门徒真的火大了，说耶稣啊，他们不知道我们放火把你们通通烧光烧尽了，怎么样？可是耶稣你们说好吧，这个主意太好了。没有啊，你继续看路加福音第九章耶稣怎么说。耶稣反而责备这两个门徒，他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怎么样？他说是要救人的性命。这是路加福音第九章54、56节。我用这个例子要注意的，请各位，耶稣对门徒说：“你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所以为什么我今天说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常常以为你的心对啊，你做了好，你的建议好，你的想法很好。你以为你的心对，但是又说你的心不合，又说你自己都不知道，对不对？你不知道。好，如果今天有人问你说你的心如何，你知道吗？你知道你的心如何？通常一般人回答说：“当然我知道我的心啊，别人的心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自己我知道我的心，但是我要认真的问你：真正知道你的心如何吗？不见得。这是耶稣说的嘛？你的心如何，你自己都不知道。耶稣的门徒雅各，他们认为他们心是好的嘛？对不对？他是在替天行道嘛？哪有人对我的父子这样不尊敬，放我烧掉，马上就给他下地狱啊？他在替天行道，要除灭那些恶人。可是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以为你的心是很好很善良，做得很对啊。这就今天我们一样，我们在处理事情做事情讨论事情的时候，你觉得你很对，你一直在争执在坚持，你以为你对，但是又说你的心你都不知道，你的想法是什么。上帝知道我们的心。讲这个心呢，耶利米书17章19节，我们很熟的一节经文。耶利米书怎么说？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接下来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个识透就是知道，谁能够知道呢？人的心啊，比万物都诡诈啊，坏到极处啊，没有人可以体会理解的，谁能识透？没有。这里我们就可以实际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你可以去印证，为什么很多那些所谓精英的知识分子，或是那些权贵的人士，他们很容易，他们比一般人更容易放下一般常人不敢做出的罪恶的举动。如果你注意时事新闻啊，网站啊，这个案例比比皆是。为什么？因为这些有头脑、有知识的这些知识精英分子，他们很容易通过他们所谓的逻辑因果说
这类一些学术的名词、心理学的名词、那些说辞、来自圆其说，来为自己的行为怎么样合理化，它很会变嘛，很会用一些专有名词、来把自己行为合理化。那一般常人呢，也没有学逻辑的，马上被抓出来，你这个不合逻辑，他懂得逻辑，对，这个逻辑我真的很想，比如说我们不用大脑，你就不懂逻辑。我们知道天下雨，地上一定湿，对不对？但是地湿了，是不是一定下雨？那不见得，有时候小孩子撒尿嘛，对不对？那不是下雨，所以他们就是会用这个逻辑来为自己的行为把它合理化，合理化，这就是人性的诡诈。所以你们说得很清楚嘛，人性的诡诈尽人啊，人尽皆知的。所以今天人跟人之间都需要隐私，为了怎么样？为了保护自己，我不要让你知道我太多了。其实你说今天有自信的朋友，我说没有这么自信的啊，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心什么叫自信的。你为了保护自己，你要隐私，有时候。你要请他留个名字，他就留个名字好了啊，什么都不敢写，空白。他要保护他自己，这也是无可厚非，我们可以体会到。所以你今天你说要讲人性啊，真的讲出来的话，我们真的是无地自容，无地自容。所以那个石头呢，只有神能够洞察人心的深处。所以当时候先知撒母耳就对大卫王的父亲耶西说，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啊，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什么？看内心啊，看内心。撒母耳记下有这样的记载。所以耶稣说，你的心如何你并不知道。我们现在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先说你真的认识你自己吗？当一个人认识自己，你认识自己这个能力，你能够认识自己的这个能力，在心理学上被称为自我觉察啊，自我觉察。这个自我觉察的意思包括说，我了解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以及别人眼中的我是怎么样的，这个叫做自我觉察。你有这样的能力叫做自我觉察。而自我觉察这个能力，有人说是今天21世纪生存最重要的技能之一。你要活在今天这个21世纪里面，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技能，你要有自我觉察的能力，你要认识你自己，你要知道别人认识的你是什么样的人。你不要常常讲说啊，很难捉摸别人的想法。其实连自己的心也常常管不住的。我们人的心总是在算计别人，总要把别人拉下来，让自己往上爬。所以雅各、约翰的心如何呢？他们知道吗？耶稣说：“你们并不知道你们的心，你以为你在替天行道啊？”他们真的想降下火来。撒玛利亚村庄从大到小，从老到少男男女女，从一个都不留下来，把它烧灭吗？也是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你的心如何，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省察的问题。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心如何，我们自己并不知道，但是主耶稣知道。所以说知道也把他的门徒雅各和约翰的心。他们为什么生气？就是为了他的面子嘛，他被拒绝了嘛，说穿了就是这样嘛，不是真的要替天行道。有时候我们被拒绝我们也很难过，对不对？今天这拒绝真的是最难过心冲冲的，结果被拒绝。那约翰两个这些门徒他们生气是因为没有被尊重，被拒绝所以生气，说穿了就是为了自己，对不对？为了自己受辱，
受羞辱嘛，对，他不是真正的要光明正大的你啊。所以耶稣说，如果你懂得我的心，我的意念，耶稣的意念，他的心是要拯救人，他来到世上不是要毁灭人。耶稣来，他讲得很清楚嘛，他是要来拯救人啊，不是要来毁灭人。他跟他们的宗教，那如果门徒能够体会到耶稣的心，能够知道耶稣的意念的话，他会这样做吗？会用火把人烧掉吗？那怎么是耶稣的意念呢？耶稣因为是要拯救他们，门徒是要把他们毁掉，那怎么是耶稣基督的心呢？他认为听天行道，那是他自己想的。所以耶稣说你们的心你根本不晓得。我希望这样的原则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有时候夫妻在争执，一个团体你们在解决一件事情，都是觉得我的想法很好，都是为大家好，大家好，其实背后的目的心都是为自己，为自己的面子，为自己提出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我都没有你面子，不是真正体会耶稣基督的心。那我刚刚提过了，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么这一节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就是一到四这前面这四节的总结。如果你真的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话，那前面一节到四节的事情就办得到，没有问题。那为什么腓立比教会保罗要用这一段圣经来鼓励他们呢？因为这个教会都没有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还要再努力才能满足一到四节神对我们的要求。只有我们真的每一个都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以耶稣基督的意念为意念，那第一节到第四节前面讲的这些事情都可以办得到。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做怎么样去做，怎么样能够做得到呢？底下保罗就答复了我们，接下来第六节第七节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请注意，这里有两个形象，一个是神的形象啊，一个是奴仆的形象啊。这两节经文你注意注意看。那请问神的形象跟奴仆的形象有什么区别？讲到神的形象啊，其实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那么耶稣基督他本身有神的形象，他是道成肉身，把神表明出来，把神的性情、荣耀、神的永远、神的本体真相完全显明给人看。换句话说，他是与神同等的。他虽然是人的样子，但是他是与神同等的，是与父神原为一的。也就是说，他有神一切的本性啊属性。也就是说，显示耶稣基督，他就是神。因为他是照着神本有的形象而存在的，可是圣经说他竟由高天之上降卑下来，取了什么奴仆的形象。他本来是神的形象，可是降卑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然后借由人的样子，他就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也就是说，他不求自己荣耀，他虚己，处于卑微顺服，就像人间的奴仆的这样的地位。我们知道奴仆的形象是令人难看的，奴仆经常要忍受人家的轻视、讥笑、责骂、羞辱，而且他的地位很低贱。上次我讲到提到，这奴仆他不穿鞋子的，光脚的，除了主人跟他的儿子才有鞋子穿的，那仆人是光脚的，你一看他没有穿鞋子，知道他是仆人，不被人看中。那你看我们的耶稣基督是以奴仆的这种形象完成他在世界上作为奴仆的使命，所以他谦卑顺服神到底，做服侍人的工作，直到最后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神的旨意。耶稣基督他所当得的、所配得的，在律法上合法的权利，
就是他本有神的形象，可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里就看到耶稣基督的心就表现出来。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这里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心就是他情愿舍弃当得的权利。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心。也许你在想某某人应该怎么样来对待你，但是耶稣你可能想我应该得到这样或者这样的对待，可是耶稣基督他本来就可以向父来要求与神同等强，可是他没有去强，他与神同等他并没有强，他反倒虚己，愿意顺服，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心。奴仆的形象是主的卑微，他反倒虚己。耶稣基督他不单单放弃了他本来就有的尊贵身份，他反而成为一个普通的人，像一个奴仆一样的卑微。他凡事顺服，甚至于呢，顺服到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缘故，放下他的尊荣，承担我们的罪，而被藐视。所以耶稣基督虽有至大至高的身份，但他却甘愿成为仆人，任由上帝差派。那么这种谦卑的观念，我想跟现代人是有很大不同。我们现代人都想要获得权力、权柄，甚至于争取可以支配管更多人的这个职位、这个职务。因为世界上的人这么想，一旦得到这个位置，就可以获得别人的尊重。但事实上如此吗？并非如此。反而表面上人家在尊重你，背后呢，在想尽办法要挤到你的头上去，你都不知道。所以你表面上看，嘿，他很奉承，很虚应。说不好听的，我们说拍马屁，这俗话很俗啊，我们不讲这种话的啊，就是那种奉虚做表面的啊。所以，现今还有一个问题，现今的时代讲究每个人的一种个性彰显的时代。今天的人比任何时代都更喜欢彰显自我，也很在意自我的利益。甚至我们今天很多跟随主的人，也许我们从来没有立定心志像主一样来生活、来过。有时候我们让我们自己的血气、我们的脾气、我们性格上的缺点，还有我们的安慰暴露出来这样的一个罪恶。而且呢，更糟的就是说他又不想改变，常常这么说，那是我的脾性那是我的脾气我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你今天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你就要改变，你就要改变。那怎么改变？消极方面，我们学耶稣基督的不自私，不按照自己的虚荣心来生活，反而要把别人看成比自己重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这里说不要当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基督徒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在积极方面，我们要存心谦卑顺服并且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我们努力去做，我就
就不再重复念了。我们刚刚读过了，我们要以爱去劝你，去安慰，去怜悯他人，以开放的态度跟其他的肢体啊保持合而为一的心。虽然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努力的要去每天与神同行，可是我们今天还是活在肉身的人，我们还是有血气的，我们在生活上的表现还常常会以自我为中心，从我们的言语当中可以印证。我们常常说我认为怎么样，我觉得怎么样，我以为怎么样，我决定要怎么样，很多很多的都是以我为中心的心思意念。我们所表现的就是说我就是主人，我就是为自己而活。刚刚示范说我们要为耶稣基督而活，这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觉得我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我觉得我可以创造自己的成功。当然这些思想这些概念对世界上的人来说是很正常的，外面的世界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思想概念，没有错。因为世界上的人都很喜欢爬得高高的，接受众人的拥戴欢呼，并希望他们把我造成神。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能活在把自己高举超越神的地位的这样一个生活。如果你真的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与神同等，但是他不强夺，他降世为人，谦卑自己束缚，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虽然今天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紧紧的跟随神，我们就难免会在犯在血气当中的一个活动。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在服事当中，我们仍然不知不觉会以自我为中心。譬如说我要服事的人，我要选择，我要选择对象，我在服事啊，这个人很可爱，很我可以服事啊，这个人我看不顺眼，我不去服事啊，我选择服事的人，服事的对象，或者我服事的事情，我这做这事情要让人家看得见的，我才要去服事，或者我自己要决定做哪些事情对自己有利的，我才要去做，那些要付代价的我就不要去做了。我们会挑一些轻的轻省的事情来做，我们会挑一些没有问题的人和事来做，所以不知不觉我们的服事就走向肉体的服事侍奉。那走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我们会落到一个很可悲的地步，我们会因人一句夸奖的话来沾沾自喜，久久不去，也会因为人一句无意之私的话而受伤心痛，久久不能释怀。我曾经对一个弟兄也是讲错一句话不小心犯错，也跟他道歉了，他就不甩你离开了，这么教我的。我要这种事情在我们生活当中多得很。如果我今天的服事不受到人的肯定，我就昂首就离开。我若受了肯定，我就等于放弃。真的，我们今天要认真的想，我们真的要以耶稣基督的心。有时候我们在做什么，我们都不了解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的心我们不知道，耶稣常常提醒我们，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我们人心是太诡诈了，坏到极处了，这个诡诈就是也会找你来为自己辩解来遮盖。但是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刚刚我们提过了，耶稣基督的心就是他的意念。总而言之，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都应该效法耶稣就对了。我们所做的决定都要
样式作为我们生活的规范。所以我们要管制我们自己的思维，以致我们都有耶稣基督的心智，基督的心，也可以说是从基督的角度来看事情，因为耶稣基督的角度超越我们的视野，我们的角度顶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说你今年年纪很高，你吃的也比我们还多啊，你的经验丰富，但是你经验怎么说就那么有限啊，就那么有限。你从你的角度看，也是从你的限制里面来看事情。但是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的话来看事情的话，用神的视野来看的话就不一样。我们耶稣基督是超越时代时间空间的，我们用耶稣基督的视野来看事情，的角度来看事情。这就是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用他的眼来看这个世界。因为今天我们眼睛已经被世界的神弄瞎了，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来替我们看。我想短短一句话，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一起来共勉。这就是我们今天人跟人之间问题就在这里。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问题都解决了。我们一起来祷告。